情的第三个来源，消除恐惧的能力。你怕什么，我们就去面对什么。所以你就永远记住，成长就会出丑，出丑才会成长。如跳舞，如唱歌，人家唱歌唱得很好，你为什么唱歌唱得不好？因为你想一上来就唱成跟原声一样的。恐惧的四个来源，第一个是你想象的。所以我就明白了，真正的恐惧，真正的勇敢，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带着恐惧而前行。发誓了又能怎么样？面对了又能怎么样？摆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深入、深入、深入、再深入，面对、面对、再面对。第二，失去方向。第三，失去了掌控。当你力不从心的时候，你的能力跟不上，说白了，你紧张、你恐惧，是因为你掌控着世界的能力不够了。第四个，你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你筹码没有。